阿姨，嗯，还做饭呢？嗯，我刚刚在楼下看到叔叔跟张阿姨跳舞呢。啥？就在楼下，我偷偷看了一会儿，这一会儿换了两个阿姨了，都牵手了。他咋不接我电话？啊？哎哎，阿姨。靠墙站好，要不咱先吃饭吧。站好。阿姨，你别生气了嘛，让叔先吃饭吧，一会儿罚他扫地洗碗。不想好了，别乱发这样。没事，就得罚他。现在长本事了，为了跳舞肯不接我电话。我打了多少电话了？手机能用就用，不能用就卖了。哎呦。这不是没听着吗？你看这个破手机，它喇叭坏了，你能卖几个钱啊？还不如留着用呢。再说了，现在新手机那么贵，我哪有钱买？行吧行吧，坐下吧。哎，好的。你们不都想吃红烧鸡吗？啊，今天忙活了一上午，你们今天把它吃完啊。好吃啊。小张你也吃一点，不然一会儿让你叔叔吃完了。哪有，根本没有。不是，你让我多吃点，你今天胖了。你。阿姨，你看他说的，说什么呢你？嗯，老六，我这次接收可真成功。好吃好吃。是啊。那你们慢慢吃吧，我吃这个。说你这孩子，阿姨给你做饭就是为了不让你吃地沟油，不敬，你还点个一样的。哎呀，阿姨，我就喜欢吃这个嘛。那阿姨不是给你做了吗？我给你吃点啊，别浪费了。怎么样？你点哪家的？总有股妈妈的味道。是吗？还妈妈的味道？你看那颜色都糊成啥样了，一看就不好吃，做的菜烂。你们不喜欢吃啊？来我们吃，叔叔，你尝尝，我们尝尝这个。你这个我都不用尝，一闻啊，地级。真地级啊？不是。你看那个肉的颜色，一看就烧老了，不像我这个菜，一看就有味。叔叔，你尝尝嘛，你尝尝我这个。尝尝。你尝尝尝尝尝尝。低级。真低级啊！低级。行，我给你看看视频。给他们看外卖碉堡视频。好吃。